过几日就成亲了，好啊好啊，我琢磨好了，把那个厢房腾出来，给您和玉兰做新房使。哎呀，叔叔您这，哎，啊，你姐夫他们过几日就考完了，误不了参加你们的婚事。哎，好，家良，叔叔还想早日抱上大胖孙子呢。<笑> 皇帝诏曰：提督山西学政郝清柏，勾结属下，坚守自盗，着摘去顶戴花翎，移送刑部天牢，待秋后问斩。太原贡院驿馆掌柜，郝清柏，一点都不清白。康熙皇上虽然年岁不大，但基于这几个人的处罚，都算不轻了。流放夜郎。 山西学政衙门副学政周瑞和虽自身清白，但为职不任，致使辛丑恩科废事罢考，着加号一月，免五十，革职为民，发回原籍，永不去用。这是为何？这是为何？周大人无罪，他没有参与买卖考题之事。余成荣，你想抗旨不成吗？还不赶紧跪下！ 这个余成龙有谋杀妻，他的鸡翅不及打呀！跪下！山西永宁贡生余成龙，名人石玉林，为吏司察官案，本应处以鞭刑，但念其心智良善，垂公恶私，着各罚白银五两，不予追究。 大哥，马上就要到家了。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诸子贵，进士。
朝为天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曲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娘，成龙他们真的回来了。大爹，怎么都回来了啊？娘，你先别叫娘，说说，到底出了啥事儿了？考场四麦考题，我把考场给搅了。那你没事吧？四麦考题，晋阳，吉仁，成龙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好了，晋阳、吉仁，走，跟大娘回家吃饭去。大娘给你们炒菜、烫酒、喝酒去。走，来，成龙，走。走呀，走，走走走。今天我跟玉兰还有嘉良来看您了。爹，我和嘉良要成亲了。岳父大人，嘉良来看您来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对玉兰好，请受贤婿一拜。爹，都听到了吧？女儿和嘉良成亲以后，一定会相夫教子，好好过日子。爹，您安心吧。大娘，您怎么坐这儿了？您应该上座。那不合适，那不合适。娘，您就是我跟玉兰的亲娘，合适合适。
和玉兰可真成一家人了，对玉兰好点啊！哎，放心吧，姐，啊，家良，哎，姐夫，以后是有家的人了，要好好过日子。是是是，好，进去。叔叔，干娘，哎，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亲上加亲了。对对对，啊，来来来来来，干娘，家良，哎，哥，家良。 哥，今天就把玉兰托付给你了，玉兰呐，幸福的打响了，被咱爹给宠坏了。你多担待，以后啊，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跟哥说，哥说的。哎，不会的，哥，来，谢谢哥。哎，庭园，庭叶，多吃点啊。好了，舅舅，啊，侍候喝好。早生贵子啊，舅舅。好。 家常那个嘞，哎人儿人儿，烧香那个抽签，俺还问问事儿事儿。哎，大家吃好喝好。哎，再放两挂鞭。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咱们两个好，站在那盘山我看见你，我嘴上呀不说，我心里头那个美，山在呀水也在呀人常在，俺二人。 什么时候把天地那个白？金阳，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你这歌唱的，我心里也难受。这件事情，我早想告诉你，就是开不了口。玉成龙。 那石玉兰和邢家良都拜堂成亲了才来告诉我，有啥用啊？对不起，金阳，这天底下的事情都得讲个缘字。在我看来，你们两个还是缘分未到，别难过了。来，喝酒。 喜事啊！喜事，大喜事！这可真是，成龙兄、金阳兄，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哎呀，不是那个喜事，是天大的喜事！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刚从永宁回来，永宁衙门接到了朝廷的诏书。这诏书上说，现在朝廷急需人才，像你我这种前朝的副榜贡生，都是可以不参加科考，直接去北京参加选缺任官的。你再说一遍，像你我这种前朝的副榜贡生，都是可以不参加科考，直接去北京去吏部参加选缺任官。这个消息可准确？绝对准确。 这是永宁新来的知州，他亲口告诉我的。哦，对了，说到这位新来的知州啊，你我都是认得的，就是崇祯十二年和咱们一起参加科考考上进士的王子平。
王子平。看来这个消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人家王子平啊，把诏书都给我看了。我听你说的意思啊，你们两个这就能去北京当官了。啊，不不不，不是去北京当官，是去北京选官，选上哪里呢，就去哪里当官。哎呀，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啊，来，喝酒，喝酒，喝酒！哎，别别别，不喝这个酒，我那儿有酒啊，喝我的酒。来来来，喜事喜事，喜事啊喜事！来。哎，哎，干，干，干！嗯，哎，这才是喜酒呢，啊！来，倒上，倒上，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哎，干，干！金人，金阳，啊，你们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不记得了，你说啥呀？啊，刘金阳，你故意的。我说啥了？我说当今朝廷是值得信赖，也是可以施展我们抱负的新兴王朝。这话我记得，成龙兄是说过。你以为我忘了？你于成龙啊，心大着呢。中国自古文人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咱就拿山西来说吧，从古到今出了多少国家栋梁英雄好汉，尧舜禹咱就不说了，先说先秦有晋文公、介子推、荀子、赵武灵王，汉朝的卫青、霍去病，隋唐有尉迟恭、薛仁贵、狄仁杰、王之涣、王昌龄、柳宗元、白居易、文天云，宋辽金元有杨延昭、司马光、元好问、关汉卿、姚天甫，还有前朝大名的罗贯中、王崇古、张思维，个个都是国家栋梁。成龙兄，你敢跟这些人相比？啊，于成龙啊，是人中龙凤，哼，咋不敢比啊？说到这些贤贤大才啊，别说我于成龙，如今天下又有几人敢比？但是我们可以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我们寒窗苦读几十载，如今已过不惑之年，难道真的只为一家温饱、一己之私，只为光宗耀祖、显耀门庭吗？老百姓对做官的有一个爱称，叫父母官。什么是父母官？谁的父母官？像康尔奇、郝清白这样的官是父母官吗？父母官，做什么样的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跟我柳基阳没关系。这些年，我柳基阳跟着你于成龙、张吉仁，县里考、省里考、府里考，考了半辈子，就考中了个秀才，管啥用啊？人家康熙皇上开恩选官，只要贡生不要秀才。将来啊，你们两个都做官去了，我柳基阳只好一个人待在这来普村了。基阳，对不起啊，我刚才不是。没关系啊，这世上的事儿啊，向来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刘金阳，别说我和吉仁现在还没当官，就算是当了官，我也不会忘了你柳金阳。咱们可是从小玩尿泥长大的好兄弟，我一纯龙要是忘了你，那我还是人吗？是啊，金阳兄，我们三个人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就是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我才舍不得你。来来，喝酒。来来，
得一官不容，失一官不辱啊！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我百姓之饭，穿我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干！干！干！来。下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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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了！啊，下雪了！下雪了！瑞雪兆丰年呐！瑞雪兆丰年！瑞雪兆丰年！下雪了！下雪了！先生，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所在突灭，军役未续。然而，经过顺治皇帝17年励精图治，不论满汉亲旧，不必亲疏恩怨，终于使国家趋于安定。康熙帝虽年幼，一登基便有新气象，开恩科选先贤，此乃都是一个新兴王朝、天下大治之举。我等虽然遭受全体之苦，又刚刚经历了科举的腐败，陈龙看来此并非时代主流。我们眼前看到的不光是国家的弊端，更让人振奋的是我们看到了国家、朝廷和皇上革除自身弊端的决心和希望。先生，学生寒窗苦读近40载，不图荣华富贵，不求光宗耀祖，只愿能有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成龙今年虽然已经40有5，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可是先生，学生不愿就此放弃一生的追求，学生更不甘心，更不甘心这帮碌碌无为了此一生。先生这一生教书育人，没有任何所求，只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学有所成，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你有如此之抱负，先生十分欣慰。既然金阳，先生知道你们跟成龙都是一样的，有所追求。去吧，先生在永宁书院等你们的好消息。咱们和金阳还从来没分开过，这次还是头一回。如果这次选官要是选到远的地方，看来就要跟金阳彻底分开了。是。金阳兄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于大哥，咱们还等吗？再等等。哎。成龙！成龙！来了。金阳，成龙，给你们俩买点吃的喝的，把时间给耽搁了。嚯！哎，
这点银子啊，是咱们上回去太原科考没考成剩下的，你们俩留着路上用啊。到了京城，好好选，选个好地方，选个近的，过后我好去看你们。我要看着你们走，上车，上车。孔子说：“人君居万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都能归于正，必有法治禁令以统治之。纪纲法度，先自家持守于上，然后立法以整齐天下，这才是以德为政。如此，则出治有本，感化有机，由是深。”不出乎九重，而天下的百姓自然心悦诚服。皇上，臣讲完了。陈廷敬，你今日讲得非常好，朕全部都听懂了。谢皇上。不过，臣方才所讲的，并不是出自于臣本人。哦，那是出自何人？出自于臣家乡的一位先生。你的先生他叫什么？来这边说。啊，是。回皇上的话，臣的这位先生叫邢继堂，是永宁书院的山长。你的这位先生才学可嘉，要不怎么会教化出你这样的才子呢？啊，皇上，其实臣的这位先生还有一位学生，皇上是知道的。哪位？现居何官？其实他并没有官职，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名字叫做于成龙。于成龙？正是。皇上，这位于成龙就是状告喀尔齐侵占永宁土地和揭开今年山西恩科考试腐败案的于成龙。哦，朕想起来了。哎，陈廷敬，他此番可是会前来北京参加吏部选缺？回皇上的话，臣也并不知道他此番是否会前来。又提于成龙，一个山野草民有什么可提的？你俩都不要讲了，拨召皇上有事要说。有什么事，等讲完课再说。这是吏部报到内阁，今年全学官缺的省份名册。朕已经讲了，有什么事，等讲完课再说。什么等讲完课再说？我已经定了，拿过来就是让你看一眼。快看，看过之后，今天就批红。发回到吏部去。
吾皇宫行休息，去朝中能人贤士数额，隆恩之事以培人才，以贡乡术，勿培本朝中流。时至即时，开设监，暗修大计，至深之时，自亦以正回邪，屈必不可。何其班次，书签弥封，令应选人亲撤。谢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继任，你问屈大人。是啊，屈一鼎大人怎么会在这里？迁地的时候被降级调任了，看来是调到吏部当差了。诸位学子，凡属文进士、文举人、恩贡生、拔贡生、恩监生、副贡生、印生，都到正途案前撤迁。凡属捐纳、吏员考职、生员、俊秀，都到杂徒案前撤迁。好，开始撤迁。赵广运、任昌庆。继任，真没想到我们这些副帮贡生跟进士和举人同等待遇。是啊，于老爷，咱们可都是正途。于成龙，于成龙，于成龙，屈大人，愿于大人撤个好签。谢屈大人。成龙啊，我帮你看一看。好。成龙啊，广西罗城燕章之地是今年全选补缺最差的地方，你任重道远。谢屈大人。张吉仁，有。吴大勇。取九万。西罗城，不行不行，既然你呢？福建。
福州，好地方，那儿有海啊！我恨不得现在就去看看大海。于成龙，你是于成龙？正是。你可是要去广西的罗城？是的。我去柳城，就在你隔壁。恭喜啊！恭喜恭喜！在下曲九万，山西永宁人，咱俩是老乡。你也是永宁人？哦，那真是太巧了啊！幸会啊！来，卜孙张吉人，幸会，幸会，幸会。曲一鼎，曲大人，知道吗？知道。啊，那是我爹。小梁，这次出去啊，跟以往不同啊，你成家了，是有家室的人了。没事，回来看看啊。放心吧，我一有时间就回来看你。不用看我，叔叔我身子骨硬硬朗朗的，是看玉兰。先生，我没事的。玉兰，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老让着他。他是出去跟人学做生意，又不是读书，又不是做官，有空闲那就得常回来。我知道了，先生。哎，你怎么还叫先生啊？应该叫叔叔了。我叫习惯了，多生分啊！你现在是邢家的媳妇儿了。哎呀呀，行了行了，家良，不就个称呼吗？在这方面啊，别苛求玉兰啊，她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叫先生，我听还挺顺耳呢。行吧，我去看看我姐就该走了。去吧。那我们走了，先生。哎。哎哎，这边。我要去福建福州府的经历司做经历，而你呢，要去广西罗城做知县。成龙兄，你说我们就这样真的当了官了？那可不，这可都是响当当的正七品。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撤到广西罗城的钱。广西罗城怎么了？在吏部撤迁的时候，屈一鼎不是说了吗？这广西罗城啊，是今年补缺任职最不好的地方。最不好的地方又怎么样？迁是自己撤的，难道还能拒任不救？不就是个烟瘴之地吗？那儿的人能活啊，参就能活。更何况咱又不是什么官宦子弟，更不是什么娇贵之身，还怕去他个广西罗城？咱去哪儿都不怕。你那么看着我，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不是不信，是觉得你于成龙啊，无论面对什么情况、什么困难，总是能够比别人要看得开。哎，你以为我不想去好地方？那是没办法，什么想得开想不开的。换了，你去广西罗城，我去福建福州。换了，换了。如果真能就这么换了的话，成龙兄，你以为我张吉仁会不肯与你交换吗？在川口村，在来浦村，在永宁书院，你我晋阳是最好的朋友。其实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天晋阳兄来送你我赴京是一样的。眼下，我们总算是步入了仕途，求得了一官半职。但是我们三个人从此也就要天各一方了。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别跟柳金阳似的啊，都弄成生离死别了，不至于啊。于成龙，你也不用在这跟我装汉子。我现在倒是想看看，过几天啊，你跟柳晋阳是怎么分开的？到时候他要不哭得死去活来才怪呢。哎，
其实想一想，你我就要出师做官了，可晋阳兄呢，却还要留在村里头，这是个啥心情啊？晋阳已经想不开了，你就别有事没事的再招惹他。我招惹他？他用得着我招惹吗？哎，你看着吧，这些日子，他一定是日日守在捕门下，等着我们，盼着我们呢。这你倒是可能猜对了。走了，对。读书须身天下，大道一心向往，百亩千连万里路，爱一轮红日好朝阳。梦里几回家园望，酒水伴着泪水长，黄河酒曲向东流，归途总比去路长。男儿情深写纸香，笑在中泪愁情长，天理良心不可欺，爱装美情长。